常和宠物对话的人有何特质？常和宠物对话的人通常具有哪一种特质？我的答案是 B。我们真的很喜欢试图跟各种不同的物种沟通。玩过碟仙的举手。笔仙玩过，笔仙你玩过？就几个人，然后手抓着那个笔，啊，他会自己指啊。对，那不是都是就是问说喜不喜欢对方，然后喜欢，然后就一直推到喜欢，自己硬推的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